是 Haru， 今天我要来介绍的是灯，麻烦了，是这个染发剂。因为我现在呢，我的头发现在变得很布丁头，像这样子一截，因为我头发长蛮快的，所以我最近都会自己染头发。然后这一次买的是泡泡型的，泡沫型的，因为我平常染头发都是用那种液体的，我第一次用泡泡的，不知道好不好用。听说泡泡的比较简单，每次用那个液体的那个有一个梳子的，那个有点，那个蛮难的，就是染起来会没有办法，因为看不到后面，所以会变成很不均匀。看一下说明书，这应该不用看。我买的是那个中文松果灰棕色，然后它的亮度是三颗，然后是力捷的，包装很漂亮。我现在打开来看看，里面有说明书跟那个手套，然后按的那个，还有一亿，应该是亿，没有讲错吧？一亿跟两亿，这两个加在里面。我先把这个加起来，加到里面啊，还有一个这个润发的，染完之后要抹在身上，大家应该知道。我先把这个加在里面。染这个灰棕色，不知道可不可以染成功耶。加进去，可是还没咬就已经有泡泡了耶，应该没关系吧？看，五七一。三四五，这好方便哦。通常那个一般的液体的都要摇很久哎，那很累。好，完成，我把手套拿出来。大家有试用过这个吗？那个？试试看头皮会不会痛的那个，第一次用的人要用这个，要试试看皮肤会不会过敏之类的，才不会那个头皮受伤。先戴手套。我比较喜欢这个，那个。有一些是塑胶，放塑胶的手套，那个染到一半会掉下来，很不好用。完成，再来一。我平常染头发都直接铺一个不要的毛巾，我每次都用这一条，所以这条有点脏，脏脏的。然后染之前。可以先涂那个叫什么乳液吗？那个很像那个可以磨在边还有耳朵这里，才不会等一下洗完的时候会染到颜色。我是有刚刚有磨了，所以就跳过咯。然后可以染之前可以梳一梳。比较好用。好，妈妈，没关系。妈妈，吃饼
生就好了吧？大家都到底是从根栏还是头部的那个根的地方，还是那个尾的地方染比较好？大家好像很多人做法都不一样。我平常都是从那个里面的根的地方开始染，然后再最后再染那个尾巴的部分。我以为这个是用那个压的，结果是好像直接倒出来就好。Hello， 泡泡哎，开始染，这个好像要快快的，对不对？不能太慢，太慢的话那个颜色会染得不均匀。应该可以了，哎呦，台湾是什么的牌子的染发比较有名啊？看到架上太多了，我觉得选择性障碍。真的选很久，我刚刚在那边选的时候，又选了站了快半小时，然后牌子就选了一下。然后颜色又想了很久，那染头发很难的。虽然很快，在家是用是很快啦。哇，我用泡泡就一罐就够了耶。每次用那个染发剂一罐都不够，然后又开第二罐。然后第二关要用到一半，然后就会剩一半，超浪费。每次那个一半都倒掉，我觉得很可惜。再抹一下好了，还剩好多、哦。知道正确的染法，染的越来越乱七八糟的。尾的地方比较亮，我可能涂多一点会比较好。奇怪吗？这样有染到吧？你应该有染吗？眼底贴汚い。哦，我已经不知道要涂哪里了。涂完。好像有诶，有一点变灰色的感觉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已经保鲜膜用在上面了，然后要等30分钟左右再去洗看看。我现在去把头发洗一洗，吹干，来看看结果咯。嘿，洗完了，觉得。我刚刚去洗头，然后头发也吹好了，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，我直接看镜头是有染有灰色的感觉，这样看得出来，染得蛮均匀的，还不错耶，这个染得还蛮觉得蛮成功的，我看一下，你看
照灯下面也有一点看得出来，蛮看得出来有灰棕的感觉。对，这个我觉得丽姐的那个润发剂吗？润发剂还蛮好用的，因为头发会真的会变得很顺，就是很柔的感觉。因为我平常头发洗完还是会硬硬的，就没有那么这样子有柔柔的感觉。就我下次另外再去买那个润发好了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觉得有喜欢这支影片的人，请帮我按赞，请订阅我们的影片哦。那么下次见咯，拜拜。